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美玲。最想去什么地方玩啊？我想要去北极，然后看那个美丽的极光。可是我也想要去阿拉斯加，因为那边有很多的雪橇犬。哈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呀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很喜欢那种冷冷的地方，可是风景又很漂亮，可以让自己很脑袋清醒，可是可以享受那个环境的。